小，你说，大家听见，给叔叔阿姨打招呼。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叫王玉婷。给叔叔阿姨说，现在在干嘛呀？在唱歌。在唱歌。放学了，我家婷婷刚放学，为大家唱一段什么歌呀？我的好妈妈。好，开始唱好不好？好。我的好妈妈想来为大家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妈妈妈妈快坐下，妈妈妈妈快坐下，请用一杯茶，让我亲亲你吧，让我亲亲你吧，我的好妈妈，我的好妈妈。好。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叔叔阿姨。好，今天呢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给我们点个赞，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哟，再见，再见，好看。